主料：叉烧250克，西葫芦30克，辅料：蒜、盐、生抽、叉烧汁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用餐人数：一到两人。将西葫芦切片，叉烧切片，起油锅，爆香蒜头，下西葫芦煸炒，加入叉烧炒匀，下适量的盐、生抽、叉烧汁，清水烧焖一下，出锅了，色香味俱全，不错，自己表扬一下，呵呵。烹饪技巧：色香味俱全，简单美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